近。这里没有，我警告过你了，混蛋！
快开门！你看看这。仓库越来越近了，他们来这里干什么？现在好，我可不想去夜店。你他妈谁了？那不可能。
来的。可费了我好大劲。这些会很有用。老大说谁都不许过去。好吧，开始吧。
为此，耗费整整8年时间。